网络上传言，中国网军最近把目标对准台湾，收购各大粉丝专业，甚至积极开发网红，配合宣传两岸友好统一。但是国台办的回应是，这些都是台湾自导自演的假新闻，还说是为了升高两岸对抗的借口。网红视网膜看不下去，跳出来说，这根本是做贼的喊抓贼。网络疯传，中国统战触角伸向台湾的各大粉丝专业，带风向当传声筒，开价从几万块到几十万都有。不过国台办极力撇清，在台湾岛内流传这样一些相关信息啊，显然啊，都是啊自导自演的假新闻。我可以发誓，真的不是自导自演，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这背后这个人到底是谁。眼球中央电视台粉专管理人视网膜自曝也收到收购讯息，出价账号在讯息公布后就消失无踪。是不要做贼喊抓贼了。说这件事情是假新闻的话，其实还可以去观察看看他之后后续的进展，还有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陆委会官员讽刺地说，对于国台办状况外表示同情，也盯上网红 Ruby 林佩莹，她在粉专帮中国征求网红介绍费用，一个人4000块，之前也贴出汇兑人民币的贴文，恐怕触犯银行法，已经请相关单位查处，如果属实将移送检察机关。至于林佩莹事发后没有在脸书上做出回应。记者张之晴、潘建仁报道。